你好琥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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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。今天深圳天气怎么样？一分钟后提醒我烧水。我想听故事，打开落地灯。我想听新闻，我想听睡前音乐。深圳天气多云，最高气温32度，是时候烧水啦。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，你开落地灯。陪我唱，陪我跳，陪我聊，就要琥珀小姐姐。